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云璃风评反转竟然不如克拉拉流萤新增少女队友。就在今天，官方也是放出了自 2.3 版本更新以来第一则优化公告，修复了当好友使用支援角色成功挑战位面饰品提取关卡时，提供支援角色的开拓者无法获得信用点奖励的问题，开拓等级大于四级的开拓者发放信用点12万的补偿，邮件有效期为30天，请开拓者及时领取。这次的问题虽然不大，但是官方也是及时的发现了问题并给予补偿，个人感觉虽然是信用点，但也还不错了。云璃这位角色自 2.4 爆料以来，大家的关注点就都在他身上了，毕竟上一个反击类型的角色已经成神了，这个加强版本的克拉拉势必会处在风口浪尖的位置上，可是最近却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类似于吐槽云璃可能只是一个过渡卡池，强度并不会太高，但是小编个人还是更倾向于大家放心抽取，毕竟上一个被小瞧的克拉拉至今还有一席之地，云璃肯定也不会差到哪去的。 2.5 流萤的售后队友神秘的击破奶灵沙也上线了，到时候在流萤的伤害肯定会提升一个档次，流萤目前太热门了，在诸多副本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但击破奶目前都用的加拉赫，黄泉在部分副本中也要加拉赫，这时候来个专属售后就可以让加拉赫给其余需要的主 C 使用。灵沙从剪影中能看出是个少女体型，不知道建模会是什么样子，只能等进入仙舟中才能知晓。仙舟的战力可以说要进行一次强度洗牌了，主要就是新的角色肯定比老牌角色强度好一些，比如一直喝汤的警员和静流这些仙舟角色应该会被优化一些，新的角色都比较期待。风巡猎飞霄外观被爆出是高挑的马尾，新三月七，也就是虚数巡猎的三月七，据说是飞霄的队友之一，能被御三家一起组队的角色，强度上自然不会太差，就是仙舟中有很多角色强度都是个谜一样的存在，玩家都喜欢看数据，剧情战力在副本中表现的并不是太好。